二一对不对？朱大哥，你请求定位。什么东西？喊几个？怎么样？你要怎么了？我不敢喊。因为我不确定我的啦。喊了。回转是不是？回转是换那个小优。刘雨柔，你也有两个啊。回转。哦，你要回转，那小优。哎，小优。 吓到我！可以还好啦。用嘛？还是要再喊？我觉得我现在弄也太早了。用了，用了，用了，也还太早了，还太早。这还不中。如果我用了，你一回转我就错赛了。所以不管怎样，你都要喊一个。你要喊一个啊！对啊，你二。好，反正我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二二。再见我。 打仗都打，因为tempo很好。我们只有跟他说了两个字再见。好，下一组人马，好来。好，厉害，换组了，来，来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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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没有了哈，不要比呀，OK，不能比，好了，那这一段应该是好玩的，请各就各位，哪边开始？好，从罗赖吧开始，好，罗丽塔，哦，罗丽塔，对了，不是罗赖吧，叫罗赖吧，还比较容易走。罗丽塔。叫做罗赖吧，多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罗赖吧。好，来来来，从十开始，好不好？从十哦。一半。那因为我是第一个，所以我也喊三个好了。哈哈，那你就喊啊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哦，你白痴啊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二。好，最多三个。太安全了，所以我大家冲成这样，怕什么？不想吓你，两个好了，十三、十四，好，十三、十四，哦，大家现在都很豪气，真假的啦？你们也可以骗人啊，他也可以骗人，少一搏吧，啊，怕死啊，太高了，太了，太了，你当他不会加减乘除啊？好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15、16，好，来来，九码，好可，我们中间一点哈，16，15、16嘛哈，17、18，17、18，也就这样，来来，罗赖，没有这段做长点，免得时间不够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他这样摸摸的出来，没事，啊，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都是旧语新知，是，是，他知道这一关还好没有那么可怕，对，下一关。 那才会很长很卷的吧？因为它叫做男女跳跳皮。啊！要跳起来，要跳起来，要跳起来。那所以他会利用你跳高的时候再打开，打开，重力加速，然后你就快掉下去之前，他会把它关起来。对。你们都不觉得那个马国贤很久没来吗？哎，对。现在在华视 B Two。有另一个牌子，不要挡到。多少？18。我觉得我头上的好像很小哎。对，他竟然这样摸就摸出来，很小。那一个不是麻将，那个是扑克牌啦。扑克牌。所以我想要用一个牌好了。18，真的会玩哎，他会玩，真的会玩哎。我回转啊，真的会玩哎。熊麻18就回转了，有一点可怕。10。哦，10。19。等一下，这边。 人家说等一下，我懂，他脱高跟鞋，他没有高跟鞋啊，球鞋啊，19，好，该少钱了，不错，小马会玩，19，换你的，你刚刚这样pass，真假的？等一下，你好淡定，哎呦。
多少？二十。哎呦，哎，冲了是不是？反正一个要掉，三个也是掉，对不对？一，十九，就十九，十九二十。好，哇塞，好有种哦，好有种哦，二十，二十，十九，二十。哦，好严哦！你算得最清楚的人了。哇，他们二十一、二十二，哎呦，二一、二二，哇，一、二、三，不要跳了，不要跳了，还是对，好勇敢哦！哇，你看，不是因为他心里有数嘛，是吧？对呀，二一、二二，那你，丽塔保重，都用掉好了，还有用一个，又用掉，你要用掉，又 pass。小马，是不是有尾椎凉凉的感觉？感觉会重的感觉，好可怕！用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用嘛，用给别人弹嘛。我也觉得嘞，用给别人，反正你的上家什么都没有。回转，回转，二十二。洛丽塔，洛丽塔，罗赖马，罗赖马这边。他没有卡片。哎，洛丽塔，我整个看到我刚才的。喷嚏吐，就弄过去了。兄弟，大声喊出来，一二三，多少？二十三。一二三，很好，没事。还没有，我少一个回转了。不是啊。我的天啊！二十四，二十二三，二三，二十二五二六，二十二五二六。二四二五二六，漂亮！刚刚大家都在演戏，现在不用演了，现在不用演。二四二五二六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婷妹，二十六，二六，二六，二六，还有两张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再算你，你头上这一张不会那么倒霉，就是那个吧？是不是？对啦，我绝对不是。那我告诉你一个他们头上的牌的共同特色是什么？好吧，我都是扑克牌。都是黑桃，好准啊！好准，好准！二六好，三二，等一下，二七啊，二七就好了，还是要再二八，二七二八，哇塞，好会玩哦，好有种啊！二十八，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牌三。到二八嘞，还有机会的。我对啊，我就 pass 过去了。pass 就那个洛丽塔继续。对，洛丽塔继续。二十八 ，pass。好 ，pass。洛丽塔又是你，罗赖吧？哎，我你要上厕所吗？阎王要三斤走，不会留人到五根。你不要一直蹲下来，白云哥很开心。相信你自己，相信你自己。加油，洛丽塔！二八，就喊吧。二八，多少？你只能喊啊。三二十九，一九，二，哇，这个镜头好好看。二十九，没事，不会吧？好大哦！哇，这个好难猜啊！你们这次抽的牌好难猜，难猜难猜。二九，哎，你两个牌都还没用哎，好，哇，二十九，决定时间只有三秒钟，三，二，好了，用哪一张了？来了。一，时间到，不要给稿啦，不要给稿啦，我随便你啊，随便你啊，随便你，对啊，二九，三二一，三十，很好，三十，是我再见，再见，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，三十，用哪张？用哪张？亲爱的，我们就要分离了，你要哪张？不要不要。你要让郭士伦喊，还是要看让小马哥喊？你要对对，让士伦。可是你过去，你就要喊了。不是你回转，因为他的牌没有用掉啊，没有用，士伦还没有用掉牌子。我感觉出来了，你很紧张，你有害怕的感觉。在叫少平哦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用回转给郭士伦喊啊，郭士伦如果喊不喊？你都不会有事，就算他回转，你还可以 pass， 又是他喊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应该还有一个机会。还有一个机会，那你就自己喊，那就不要用牌啊。也有道理。你们怎么说服我一下？没有，这没什么好说服的。你喊的是最安全的。三十，倒数三秒。三十一。哎呦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厉害了。一。当听到什么有英文说到 goodbye 的时候才会开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我要说声 goodbye。
请上台。好，男生的跳跳题。好的，四位壮丁，大家特别注意啊！哎，刚刚我们大家讲好了，刚刚任豪也示范了一次哦。嗯，我们这当中就你有点低耶，胆子最小，你能不能再跳一个？我们看，一二三，有点低。你要有点低呀，极限啊！白影哥可以跳吗？可以，我怕他一跳坏掉，就直接弹开了，会不会？对啊，没有。不会吗？确定？上去再下来，他150了啊！不会，没问题。哦，不止啊，不止啊，真的。你站在那里就130哎！他现在假借体重的问题，在那里说什么？录那么多集也没成功过。哦，你还会灭音呢？下来声音还有收掉，还灭音呢？嘴上加，果然以前有演过三级片的。好彩，好彩！就怕老公来嘛，会灭音嘛，叫对方不要出声音啊。手拿抽出第一个灭音，很贴切，好精彩的一局哦。哦 ，OK， 好，克凡。哎呦，好玩，好玩。好，交朋友时间，来四位。哇，很有分量。这一轮的四位男子汉，谁会成为海绵宝宝的晚餐呢？扑克密码让同窗四年的妈吉翻脸相残，义气你，义气谁？再怎么样也是同班同窗。哦，我知道他们学的猛鬼学员。19一二三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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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